从惨绿少年到顽石青年，你不怕死吗？我说我怕死。那为什么不加入国民党？我说我更怕加入国民党。结果准备送金门，结果我没送。那你临时加入国民党的送金门。从论战英雄到高墙重囚，睡在地板上面，夜里蜈蚣、耗子、蟑螂、白蚁都来往身上爬，所以遭罪遭冷眼。从笑傲江湖到参加竞选，结果开票的时候啊，忽然李敖名字底下一票，所以人就说李敖自个儿投自己一票，说李敖不要脸，自己投自己一票。我这窝火，心里这窝火，怎么回事？说不清楚了，怎么找这个小子也找不着。李敖做客鲁豫有约。李敖，台湾历史学家、作家，当代著名文化学者，台湾无党籍立委。他生平以嬉笑怒骂为己任，狂妄至极，俯瞰世界纷纭。虽数次入狱，但屡败屡战，越战越勇。他的杂文刀刀见血，见血封喉，令挨骂者闻骂丧胆，对台湾当政者毫不情面。他知道这么多争议，我问你，你今天不请他下台，你是拆陈水扁的台。在过去50年的台湾民主进程史上，李敖始终是一位重量级的巨星人物。我爱台湾，如果有人问我55年来你最大的感想是什么，我最大的感想是觉得台湾 GUTS 太少， NUTS 太多，就是打死有种的人太少，可是纳死混蛋太多。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是大师李敖。刚才我在后台啊，第一次见到大师，心情还挺紧张的。大师特别可爱，说就一个要求，说你能让我上厕所吗？我说您说，您随时说上厕所我们就停。他说不，只要让我先上完我就不用停了。大师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掌声有请大师李敖。大师您好。那个您先站着让记者拍照，估计要一起沾大师的光。谢谢大师。对不起，刚您在那差点绊了一下是吧？还好，安全工作没有做好。没有，是我这个右腿反对我来北京，所以他给我捣蛋。那个您发现了吗？在大陆您的那个粉丝特别多。是大师，您能不这么做吗？做的我特紧张。大师这样啊，是我也紧张，因为搞不清，因为这你们这个现场啊不好。为什么不好呢？您说我们做演讲的时候、风水不好吗？最怕不是风水，我不相信风水。哦，那是什么？我最怕这种半圆形的群众。那您的意思怎么着？为什么呢？因为我讲话的时候啊，礼貌上要照顾到每一位，所以我这脖子要从这儿。跟您解释一下啊，要转回来。不是，再转回来。我觉得我自己像个电风扇呢。我先替我们解释一下啊。通常这边没有观众。哦。这边就是工作人员，但是因为您来了，我们那个观众坐不下，所以只能安排在这儿。但也好，这样就比较那个规整嘛。这样您从左转到右是正好的，否则一边落枕不太好。是是是。好。是。我晓得你们恨我，不晓得恨到这样。谁说的？我们爱您还来不及呢，真是的。啊，有一点特好奇，您在那个坐飞机来的时候，在飞机上真的像您以前说的那样，就因为害怕吗？然后就盯着一个最漂亮的空姐使劲看，使劲看，使劲看，就不害怕了。看空姐不要那么使劲儿。看的时候不要使劲儿。我后来就排除了这个困难。其实我是编了一个借口，就故意说啊，我怕坐飞机。其实我在来这儿以前，我坐过一次飞机，从台南到台北坐了一个小飞机，只有6个座了、就走起来摇的摇晃的，所以我那么勇敢的坐过那么烂的飞机，那这次坐的飞机，
我当然不怕。嗯，不过后来我还是想个招，就是锁定一个漂亮的空中小姐啊，然后心里打定主意，万一飞机出事儿，三长两短，我就把她抱住啊，同归于尽啊，跟美女同归于尽。您都鼓鼓掌。我今天我们一定会度过特别愉快的一段时间。大师56年来第一次回来哈，你能说回来吗？我觉得就是回来哈。我根本没走，没走。好，56年来再一次来到北京，当然也没走过哈。再回来以后呢，发现大师其实变了，样子变了嘛，跟56年以前，北京变化也很大。1935年4月25日，李敖出生在哈尔滨。2岁时随父母到北京定居，从李敖记事开始，家便住在北京东城内务部街甲44号。1942年，7岁的李敖进入了离家不远的新鲜胡同小学就读。毕业后，他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四中。在这座底蕴极其深厚的文化古城里，李敖留下了人生中重要的童年记忆和成长回忆。而据李敖二姐的回忆，弟弟李敖买鞋时总是要选最八股的样式，夏天时也总是坚持要穿长裤打绑腿。现在看来，童年时的李敖竟像一个有些古典的小夫子。这是您几岁啊？7岁。这大概没有，这个大概是4、5岁的时候，大概4、5岁。穿的是什么？那个长袍马褂吗？不是，穿的件毛衣，里边是个衬衫，外边一件毛衣。在这个照片里，你们就可以看到我有那种很横的那一面就出来了。对，为什么？您跟那个拍照的人有不高兴的地儿吗？有仇？没仇，就可是有点这个愤世嫉俗。您才4岁，您奉个什么事，积个什么俗呢？奉4岁的事，分积4岁的俗。还记得那时候小脑袋瓜里想的是什么吗？不记得了，我现在还脑筋里还想那个空中小姐，还没讲完。在飞机上，我就找，果然找到个很标志的空中小姐。我心里啊打定主意，就是一会儿。万一三长两短，就跟他同归于尽。我的好朋友陈文倩听到我这计划以后，就问我说，那时候飞机出事了，你去抱他还来得及吗？我说抱他还来得及啊，来得及，还有一段时间。抱他还来得及，可是脱衣服来不及了。我就觉得哈，人家说3岁看老，但我觉得也不一定。如果说3岁看老的话，那就说刚才那张照片的时候，那4岁脑袋瓜里面应该想，哎呀，这个照相姐姐真漂亮。但当时听说您小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那时候照相是男的。哦，对。但是旁边可能会站着一个姐姐。但是我听说大师小时候不是这样，小时候是跟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那观点特别特别严重。是。严重到什么程度？你们别忘了，我已经70岁了，我是今年4月满70岁的。嗯。现在看我就是70开外了，所以你让我想那个时候的事情，有的时候真的想不起来，真的想不起来了。但是看到照片以后想，哦，那个时候小孩我的样子就是愤世嫉俗的表情。你们看有一张我穿的西装的啊，对，上面穿西装，下边穿的西装的短裤的西装。嗯，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家里面有几个钱儿啊，所以我告诉你，我从小绝不会吹牛，就有一种心怀，悲天悯人。我住在北京。内务部街甲44号。嗯，那时候北京穷人他打小鼓了，你们打小鼓了就是那个背个两个篮子啊，就打卖收买旧货的啊，就这个头发是不是油光锃亮的，这很有钱的，这是我在北京这有钱的人在这样，这不太愤世嫉俗啊。这个没有，这个因为就被钱烧的就过分了。打小鼓的有时候有农人出来，嗯，一边挑个篮子，前边是农产品啊，菜，嗯，后边是什么？后边自己的儿子，小儿子，连儿子带菜，今天一起卖掉。所以我们中国是经过这么穷苦的日子，才有今天。今天有的人也穷，可是比起以前那种穷法，
究竟还是有程度的不同。感谢中国共产党。我们刚才看到两张照片，一张是悲天悯人，一张愤世嫉俗啊。那小孩的时候，小孩时候大师总得是个小孩的样吧？比如您调皮捣蛋，总得有这种时候吧？不能从小就是大师的样子，那太可怕了。我小时候不太调皮捣蛋，家里面姐姐多的小孩好像都是这样被宠着，不会特别调皮，但是可能蔫坏。您知道什么叫蔫坏吗？我当然知道啊，我当然蔫坏啊，这我是很蔫坏，可是我那姐姐也比我还蔫坏。您怎么蔫坏？另外告状嘛，当然就是在爸爸干什么事儿、在爸告密嘛，主要是告密嘛，在爸爸妈妈背后骂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大妹妹小妹妹，他们我们家一窝母的，所以就这样子。说蔫坏啊，他自个儿可能老大师老会说小时候事儿谁想得起来啊。我们帮您采访了几个您小学同学，那 好您不一定还能认出他们的样子吗？待会儿您猜的是谁啊？是讲了一些大师小时候的故事，新鲜胡同小学的校友。您还记他那会儿什么样吗？在您班上的时候。他也未必记得，他那时候他现在编的，他也不一定记得。那您在四中的时候那成绩哈拉的怎么样？没哈拉完就颠了，就哈拉，但好歹也哈了一年。没有，一年多。没有吗？两个月颠了。位于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的新鲜胡同小学是北京最早的小学之一，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这座悠然典雅的四合院式的小学校承载了李敖6年的童年时光，在这里有李敖与小伙伴们最纯真的记忆。为了一件小事，两人就争论起来了。他为了一件小事，他要跟你争论的话，他非要把你说的哑口无言为止，让你服输。所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跟他争论，我有点怕他了。他嘴确实厉害，而且得理不让人。那会儿都学日文呢，早晨见面都得见了老师了，先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见着老师，那个日本老师。实际上还有个咱们，咱不叫他，家里也是跟日本有那会儿很仇恨，心里都是讲的。咱们说啊，大家伙一块儿，谁不行？孙子，我一喊上你妈就得死。结果后来我们都罚跪了。对。这些事他们要不说，您还记得吗？有的忘记了，可是他们这两位老人的样子我还记得。啊，刚才说那个，比如说。孙子，我一哈腰你妈就得死，这您记住了吗？记不得。张，第一个讲话叫张继和，他是中央交响乐团的首席双簧管，了不起的音乐家，我还记得。第二个同学潘彦生，您给他起个外号您还记得吗？他们叫我老太太。您给他起的外号呢？这我不太记得了，有吗？有啊，他不姓潘吗？潘彦生。好吧，潘金莲。对对对，就因为人长得白。看那样，潘金莲这样，我看不出来，潘金莲是这样吗？当时怎么想？就因为人长得白，是长得特别秀气啊，那男孩。那时候小孩都长得秀气，现在都老掉了。我们都是七十岁了，都老掉了。您为什么叫老太太呀？看起来真人不露相。我们说这个人一看是坏人，那个人是好人啊，这是我们。可以相面，像我们这种高人呢，你看不出来了，真人不露相。那跟老太太有什么关系啊？看起来很慈祥，很慈祥啊，老太太。没听说我对一个7岁男孩说你真慈祥。是，我是7岁就看出慈祥来了。但同学说您当时口才就已经显露出来了，是吗？有点口才，参加什么这个讲演比赛啦。跟老师捣乱了都有我一份儿。 是跟谁都会辩论，什么事儿都要辩论，不辩赢绝对不善罢甘休那种。是，我很会辩论。我这辩论是在家里跟我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大妹妹小妹妹学的。6个女孩子整天跟你吵架，你当然会辩论啊。我明白，女孩矫情，你得比他们还矫情。矫情您还当然会。当然，你怎么会老考我北京话呢？我怕您时间长了忘了。我这北京话比你们全好。为什么比你们全好？我们当时是小北京啊，就是他们所说的大圈圈里面的小圈圈，
小圈圈里面的黄圈圈，黄圈圈就是现在这个皇城。嗯，现在小圈圈大圈圈都拆了啊。当时我们讲到这里边的话，现在北京变大了。嗯，三河县这啊，北京河北三河县都这些话都混进来了。我们那时候分得很清，三河县的话这是老妈子讲的话我们不能讲，河间县这是宦官讲的话我们不能讲，所以我们要求的很严格。现在你们讲的话太平民化了，我们是贵族。您能把我斗胆问一下，我们算哪个圈的？我们现在说的话，不晓得。不过现在不管着，你们现在不分圈了，你们现在分环了是吧？对，三环、四环、五环什么的，挺清楚的。大师这次来北京啊，就是来之前说想见几个老师什么的。卢老师是一个，鲁荣坤老师。是昨天吧已经见，第二天到北京以后见了。我们当时拍了一段，再看一下卢老师。1942年时，23岁的鲁荣坤老师在新鲜胡同小学当上了李敖的班主任。鲁老师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面孔，深深地刻在了李敖幼小的记忆里。2005年9月8日，我们来到了位于北京安华里小区的鲁老师家。如今，鲁老师86岁高龄，尽管在言语上已经无法表达，但他依然珍藏着13年前李敖从台湾托人带给他的钱夹。记着吗？李敖记着了吗？他知道这钱包是李敖自己给他的。知道，谁也不给。孩子们都跟他要，都要这个钱包，谁也不给。2005年9月20日，在李敖来到北京的第二天，便驱车前往卢老师家探望恩师。好好保重，还是有好好保重啊！谢谢。好，这么多年了，学长来看你，好，谢谢。你也保重。我明白您为什么戴眼镜了，而且戴一个有颜色的镜片的眼镜，让那个像情绪有些起伏的时候就不大容易看得清楚。你说对了。还有一个原因，光太强的时候我眼睛容易眨的速度比较多，不太好看。当时老师教您什么？卢老师教您什么？级任老师。什么叫级任？级任老师就是一共是管全班，可是他教好几科，他主要教国文。国文管我们品行，打操行分数，改周记本什么全。厉害吗老师？老师厉不厉害？陆老师很好，也亲切，也非常好。还有那个老师您特想见？黄维汉，我们体育老师在。见了吗这次？还没见到，他听说联络上了。听说联络上了哈。其他都老师好像不太联络。您现在想见黄老师吗？我要见黄老师。那我们现在就有请黄老师，黄维汉老师，81岁高龄。谢谢。哎呀，你这好，还敢认呢？哎，站站，还敢认呢？你身体这么好啊？身体这么好啊？爸，真是教体育的啊！干鞠躬。八十了，等一下把红包补给你。美金的。黄老师，您坐。好，您老师坐。他可以活到120、150，你有的活的啊！心里这么好，我也没想到。他刚才抱我的时候还捏了我一把，他使劲拍您，拍您拍的当当响。不敢认我了吧？啊，不认识了吧？我看了你跟卢老师那照片，怎么你这返老还童，越来越年轻呢？啊，奇怪！听说你吃窝边草是吧？啊，我们同学，你去师母是吧？本来是我们同学。谁呀？你的太太。啊，居然就吃窝边草。我的妻子啊，妻子爱人是你爱人是你们同届毕业生，同届的啊，48年，对。您还记他那会儿什么样吗？在您班上的时候，他也未必记得。他那时候，他现在编的，他也不一定记得。据说那时候在学校老穿着好像正式，有点印象啊，就最蔫坏的那个。这孩子好像挺葛的。对啊，是吧？怎么样？挺葛。挺葛，这个我听不懂。挺葛就特逗，哎，挺逗的，特别逗啊！是。当年您体育好不好？您体育好不好？体育不好，我不喜欢运动。
我觉得运动是浪费生命。当着体育老师的面，您敢说运动是浪费生命？他现在真的，我觉得有的人为了健康花了太多的时间是错误的。我们还流行看美国人早已几乎遗忘的一个作家，叫杰克伦敦。杰克伦敦讲了一句话，说一个人为了长寿而花太多的时间是不对的。但您看到黄老师，您不觉得锻炼是有好处的吗？要80岁练的。看了他以后，我才知道杰克伦敦的话说错了。这是关于新鲜胡同小学的一段记忆哈。您还没时间去四中看的吧？四中还没去，我跟四中还没去，感情没有深那么深，只待了两个月就。有些话别随便说，您不知道现场会有谁哦。就颠了，就颠了。我在新鲜胡同小学待了6年。6年。这个感情肯定是这样的。但您知道四中在北京是特别特别牛的学校。当年四中是一排小平房，但是我记得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四中已经不是那样，已经是挺高的一个楼，然后那个校园挺漂亮的。这两年变化特别大，连我都不知道什么样，别说大师了，大师您看一眼四中的样子。这扇大门也许是北京四中唯一能够勾起李敖一些回忆的一处景物了。如今的四中已然今非昔比，变化翻天覆地，教学楼宽敞明亮，教学设施完备，处处洋溢的是现代化的教学气息，并且已经成为中国内地最好的中学之一。而在整整56年前，李敖曾经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四中。完全不一样了哈。完全不一样。比以前阔了。我告诉你，在您的嘴里阔肯定不是个好词儿，您这不是夸人，我觉得现在是夸我告诉你，我念北京的时候，四中的时候，每个学生自己带桌椅板凳，这里面还有我的桌椅板凳，如果还在的话自个儿带。当时您是总分第一，你们整个年级总分第一啊。我爸爸就给我替我看榜的时候，他从后边看起，没有信心，我最后觉得没考取，这小子没考取，后来原来在第一名。那进了四中以后成绩还那么好吗？其实我学校成绩不好，所以严格说在学校的功课我能够哈拉哈拉你不晓得，这是黑社会的话啊，就是这敷衍他就算了。那您在四中的时候那成绩哈拉的怎么样？没哈拉完就颠了，就你那好歹也哈了一年。没有，一年多。没有吗？两个月颠了。所以我说我跟四中的感情比较淡是这个原因。没有不礼貌，是有点淡这样。您可能在四中时间不长，印象不是特别深，但是四中绝对以您为傲。今天四中校长在这儿，刘长明校长在这儿，有紧张吧？吓我！所以我说您不能随便讲话，您知道在这儿藏龙卧虎藏着谁呢？我没想到你埋了这么多暗杠来吓我。主要他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我们先掌声有请四中校长刘长明先生，刘老师，年轻的校长吧。谢谢。好，李先生，先生，您欢迎。您好，谢谢。校长带的什么礼物啊？李先生猜一猜。您猜猜什么礼物？您看样子，我那个学历资料。学历资料是不是我的学历资料？只有这个学历卡在四中，新鲜胡同都没有了。真的？猜的对吗？您对不对？果然是。您当年的照片还非常清晰。我们先看。太感谢，我们先看啊！是。您能让大家也看看吗？大家，我一起给大家显摆显摆，显摆显摆，先照相。李敖现年14岁，现居北平。北平什么胡同？麻状元胡同8号。找到了，找到了。明天也找王岐山，北京市长要房子。这是我们老宅。老贼，还有什么？兄弟姊妹8人。是，我有4个姐姐，2个妹妹，1个弟弟。您刚才提到您的成绩，在这后面有一张您的成绩单，不过我们替您保密。唐姐，您大概说一下。我跟你讲，我考说不能说第一名考进去啊，其实成绩并不好。跟这个不晓得跟四中相住了，不知道怎么好的，搞得不好。幸亏只上2月哈，就颠了。谢谢校长，谢谢。谢谢啊，校长，谢谢你啊，谢谢。你们请他坐，不坐啊，谢谢啊，谢谢您，谢谢您，谢谢你。刚大师讲他在四中就待了2个月是吧？
我的印象当中可能就两个月，差不多。因为我们了解，后来看大师一些书，大概是又过了一年就到上海去了。然后1949年一起坐船去台湾，当时听说他带的那个行李里面可能有衣服以外，带了一个箱子吧，应该是，里面是装大师的自己的500多本藏书。当时别人说爸爸被您给气死了，我能气死我爸爸，以前先气死别人爸爸嘛，对不对？是啊，你们上当了，我本人就这样子没去的，不好吃不好喝，生活很简单。不好吃不好喝，您好别的呀。你说的也好。1949年5月11日早上，李敖随家人登上了一艘名为“中心轮”的难民船，离开上海。就这样，14岁，他躺在船甲板上的行李堆上，漂洋过海来到台湾。来台不久，父亲便在朋友的帮忙下谋得了台中一中的中文教员一职，而李敖自己也顺利地考入了台中一中。但因对中学教育不满，念至高三便主动退学回家。一年以后，李敖以同等学历参加大专联考，却因填报志愿不当误入台大法律专修课，于是再次退学。次年，李敖终于如愿考入台大文学院历史系。这一年，李敖20岁。但就在他生日的第二天，父亲因脑溢血病逝。因为父亲在台中一中教了近6年的书，又是中文科主任，固然桃李无算，因此公祭的时候场面很大，而在这场2000人的盛大葬礼上，李敖却一鸣惊人。一般男孩都会长得更像妈妈，女孩可能更像爸爸，您是不是长得更像妈妈？还是我好像野孩子，又不像爸，又不像爸，都不像。什么话到您嘴里，真是。那性格呢？性格像爸爸吗？我爸爸口才很好。那这有遗传？有点遗传。那刚刚说您爸爸走的时候，您怎么有惊人之举？反对丧礼啊，不磕头，不穿孝，不烧纸，不念经，这个反对旧式的丧礼。广大人民支持的，您就反对？横眉冷对千夫指，那说那好玩了，那吹牛的，真的横眉冷对，真的是千夫在指你的时候，现场的活生生的，那个就不好玩了。当时别人说爸爸被您给气死了，我能气死我爸爸，以前先气死别人爸爸嘛，对不对？没这事，不可能事情。但是我觉得您父亲挺了不起，他那时候思想就挺开通的。您不想过春节就那就不过春节呀、北大毕业的他就是北大毕业的，北大毕业他功课并不怎么好，可是北大那些自由的这种思想他学到了。可是您为什么比如说别的地方坚持也罢了，春节挺好的，为什么不愿意过呢？移风易俗嘛。不是，我们说移风易俗是指那个不好的风不好的俗。那就是那我当时眼里就是不好的风不好的俗啊，我那时候满脑子就是共产党思想啊，我们看的都是左派贪污。没有人说不许过春节啊，共产党不太懂过春节。谁说的？我说的。然后当时你们家就做2份饭，别人吃年夜饭，您吃什么？我吃蛋炒饭，就简单的嘛，吃的更坏，比平常吃的还坏。给我的压岁钱就退回。哦，连钱都不要。我以为你把钱收了，说我不过春节。那是北京大学，那不是我。还给他，所以我爸爸觉得就得我这个别扭。但您说心里话，看着别人吃年夜饭，您只吃蛋炒饭，心里不觉得羡慕吗？直流哈喇子。但就扛着。哈喇子懂吗？我懂，咱俩别互相问，咱们都懂。就自个儿就生扛着，我说了不吃就不吃。就不吃。在父亲葬礼上那个举动啊，就是初露峥嵘。我们说后来上了台大历史系以后特别有名，据说是在校园里面永远穿着一袭长袍，特别特别的酷，特别另类。1955年，20岁的李敖如愿以偿地进入台大历史系，但很快就大失所望，因为看不起老师，不喜欢上课，甚至连考试也懒得应付。因此，大学第一学期的考试，8门功课，李敖就有3门都没有及格，甚至连中文也差点亮起红灯。
与此同时，在台大期间，李敖仔细研读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先生的著作，并在思想上受到胡适很深的影响，变得更加恃才傲物。于是在台大校园里经常能看到一个在草地上任清风翻书的长袍怪。真的永远都穿长袍吗？真的永远穿。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也穿长袍啊？穿上瘾来了就穿。真那台湾很热，我到过台湾夏天，是您就这么扛着？这样扛不扛着，你这字儿用的真好，就扛着。那同学怎么看您？他们当时穿什么？他们看着咱不顺眼，后来就习惯了，不穿不行。后来其实自己也未必想穿，但是别人对你有期待。那时候是想穿西装，你们没看到我穿西装，挺帅的，蛮帅的。嗯，可没钱买西装。在学校里面是这样啊，因为大家都上过学，学校里面一般哪个男生特别怪的话，大家要不然就愿意都围着他，要不然都不理他。嗯，您属于大家都围着您。他都不理您，他们是先围着我，后来不理我了。为什么？怕我？怎么怕您？还是跟他们争那个争辩辩论？你忘了我蔫坏了？你忘了我这个？到大学了怎么蔫坏？大家都大了。开玩笑了我。啊，就练得倍儿棒。得了吧，刚才说了不愿意上学，考试成绩也一般。可在台大不一样了，那是大学了，自由发挥了，念书要看你本领了，看真本领了。但真的像刚才说的那样吗？在台大的比如说操场上清风吹过，也不翻书，就是书把那个风把书翻到哪一页就看哪一页。真的是这样吗？ 那我写的文章。对啊，真的生活不是这样，写的文章诗情画意，真的生活一点没意思。我您不带这样的，我们看您的书都当真事在看。是啊，你们上当了，我本人就这样子，没趣的，不好吃不好喝，生活很简单。不好吃不好喝您好别的呀。你说的也好，酒色财气不能全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当时能算得上，不能说饱览群书，但是已经比一般的学生可能看了很多很多书。当时就是饱览群书。啊，饱览群书，受胡适影响最深那个时候，是其中之一。嗯，胡适是影响我的其中之一。那胡适先生是让哪点让您觉得？他究竟还是五四时代的人物，五四时代的这种大儒，所以他还有那个基本的架构。毫不说，整个的台湾没有人敢反对蒋介石，说总统别做了啊，别连任啊，到期了就别再做了。胡适敢讲。那记得见那个胡适先生第一面什么样吗？我还记得他自己当时刚魏奎阳开刀，喝端了一杯那个橘子汁儿啊，在喝，就跟我聊。大部分的是他说话，他叫你叫什么呢？李先生，这么尊敬。哎，他当时你也就二十出头吧，应该。二十出头是这样。我在台湾大学嘛。嗯，李敖大师对胡适先生的看法其实有反复。我们老看李敖先生做，李敖有话说，他一做节目都引经据典，我们也引经据典哈，看他怎么反复，都是引的经典，都是您的，出自是您的那个手笔。1958年6月8日，李敖赴南港见胡适。在这天他写的杂记一则再访胡适中说，我到礼堂找胡先生，推门进去，我说我拿来点纸，请您替我写些字。胡先生满口答应。我走出后他又道再见，此君真是礼貌周到，亲切可人。然而就在此后的第七天，李敖在日记中对胡适有声非议，国时无人如胡适之老，是卖老货，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既可受欢迎，但他们又何其狭窄。到同年11月23日，李敖大师又在文中说羡慕胡适之手勤，但紧接着同年的12月20日，他却又说胡适的拔尖心与首席心太重。到了1959年1月2日，他更借他人之口说胡适已不能领导李敖了，又说胡适等安足以为误师哉。一直有反复哈。是，这只是到59年，那现在呢？现在也不反复了啊，已经有定论了。定论了。定论是什么？我这次捐了35万人民币在北京大学给胡先生立个铜像。嗯，就是因为当年我穷的时候他送了我1000块钱，这现在35万人民币和新台币150万，换句话说呢，我用了1500倍
来还这个情，还这个1000块钱的情，并且希望有铜像立在北京大学。对老袁说，前线呢，前线需要那种忠贞的人士啊，你要思想犹豫，态度不坚定，到时候阵前起义边了怎么得了？什么时候特别绝望？夜里一个人睡觉的时候。想当时那个女朋友的时候。哪个女朋友的时候？当时那个据我了解是叫小雷。是啊，边了好了。1959年，24岁的李敖大学毕业，应征入伍。从同年的9月7日起，李敖开始受第8期预备军官训练。训练条件极其艰苦，这使得刚刚走出校园的李敖在身心上颇受折磨。然而，当时李敖却显得斗志十足，深言大丈夫要能软能硬，软中带硬，软硬皆施，能屈能伸，粗中有细，方能在军中混。与此同时，在半年受训期间，国民党千方百计拉同学入党，李敖也名列其中。然而此时的李敖却愿为拒绝加入国民党付出一切代价。当时加入国民党会有什么好处吗？国民党就像身份证一样啊，你有他也有。荀子讲一句话叫做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有了没什么，没有就不行啊。有了方便，别人也有，可是你没有就非常不方便。那您为什么不想入呢？我是英雄好汉啊，毕竟我也看不起国民党啊。别人不晓得国民党那些丢人现眼的事情，我跟他们一起跑来的，我见过啊。共产党打过来，国民党不抵抗，他不说撤退啊，他说转进。什么叫转进呢？向后转再前进，就这样的。不要脸嘛，死不要脸。到了台湾忽然神奇起来了，救国救民了，所以我心里面就腻歪他们。那您如果不入的话，在军队里面会不会不方便啊？怎么太不方便了？那连长副连长都是国民党，我是排长，下边我们的组长班长都是国民党，你夹三夹在中间非常不方便。所以有时候他们说，李排长你一个人去吃碗面好了。干嘛？他们要开小组会议啊，所以受尽了这个窝囊气。会给您穿小鞋吗？什么都会，什么都会。我对于我本领很大，就是我你看我这种有时候会装疯卖傻啊，有的时候是重话轻说，就是这样，就这样学来的啊。听说您当时就现在不是怕冷吗？就在军队里面留下的毛病啊。就是那是军，我就怕冷，是军队里面打野外睡在一个坟上，下面下着雨，突然就跳起来了。那天那时候我还喝点酒，就喝点酒才安定下来。后来每年都犯这个病，怕冷，坐牢以后呢更严重啊，睡地板，睡在地板上面，夜里蜈蚣、耗子、蟑螂、白蚁都来爬，往身上爬，所以遭罪遭了很严重。当时在部队里面是驻扎在什么地方啊？台湾什么地方？都去过。你要问我，我告诉你，我从台中走到最南边，台湾的一半儿被我走来走去都走过，但金门没住过。金门不让我去啊？为什么？因为当时说加入国民党就不去金门。金门头一年刚发生了823炮战，共产党炮打过来，大家都怕死，就拼命加入国民党。我不加入。那时候指导员就问我说，你不怕死吗？我说我怕死。那为什么不加入国民党？我说我更怕加入国民党。就结果准备送金门，结果我没送。那些临时加入国民党的送金门。为什么？他们就问指导员说，李敖为什么不去？指导员说，前线呢，前线需要那种忠贞的人士啊，李敖思想犹豫，态度不坚定，到时候阵前起义边了怎么得了？好，就别人去了，别人气的国民党党政都撕掉了。我就留在台湾，可是也遭罪，台湾的各种训练都要我参加。一年半，大师在部队里面待了一年半吧？待一年半。一年半，他觉得现在看来可能是挺重要的那一年半吧，因为从部队回到台北之后啊，真正是做一条蛟龙了，要开始掀起很大的风浪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是火手，谁敢当前？1961年10月，李敖的出现让原本普普通通的《文心》杂志大为改观。
自从李敖在《文青》杂志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一文后，声名便不胫而走。他以辛辣的文笔提出全盘西化，掀起轰动一时的文化论战，这对当时的国民党统治极其不利。1965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文青》被封。《文青》杂志沉下去之后，李敖这颗文心也沉了下去。到了1970年，新城的情况更加恶化，李敖开始被国民党当局软禁，直到14个月后被捕入狱为止。那一年，李敖35岁。大师，这张照片什么时候照的？还有一个钢印，是一个证件的照片吗？这个就是坐牢的时候就穿这种衣服。坐牢没有照片，嗯，可是把你放出来的时候啊，要用一个文件，开释文件去换身份证，所以要一个文件，文件呢要有一个照片，所以他们就给我照完照片，上面有钢印。那这是在牢里面照的照片？哎，牢里面照的，所以这照就保留，无形中就是保留了这么一张照片，嗯，就是在牢里的照片，就这德行。我看了一些书啊，说在牢里面您受刑，昨晚我还自个儿试了一下。您不是说把三根笔插在手里面吗？然后自个儿捏圆珠笔啊，对，我找了三根笔，我特认真，特老实。插以后自己捏了一下，真的很疼。是，十指连心，那最疼的。他们把那个三个圆珠笔啊，插在我这儿，这个左，然后抓住我的右手，放在我的左手上面。嗯啊，从外边捏我的右手，一捏呢，当然左手就疼了。他们还开玩笑。李先生，你别怪我们，你要怪你自己。嗯，我说我也不怪我自己。他说你怪谁？我说我怪圆珠笔，怪这个圆珠笔，使我疼的是圆珠笔，所以我不怪。能看书吗？在里边？第一个礼拜不能看书，后来我的要求看书，没书看太难过了。嗯，他说你太坏了，什么书都不能看。我说可不可以看三民主义？孙中山写三民主义，他们相信那玩意儿，三民主义可以看。我说可不可以看孙中山的全集，他们叫国父全集。他说这个可以看。我说可不可以看总统全集，就蒋介石的全集。他说这个当然可以看，送给你看。他们自己都没有看过，蒋介石自己都没有看过自己全集，因为很多文章别人替他写的。所有他们，你们也没看过，因为你们吃过臭狗屎吗？当然没吃过啊。我吃过，整天看变成专家了。坐牢坐5年零8个月，8个月，5年零8个月，您没有特别绝望的时候吗？有过。什么时候特别绝望？夜里一个人睡觉的时候。想当时那个女朋友的时候。哪个女朋友的时候？当时那个，据我了解是叫小雷。是啊，颠了，跑了。我坐了两次牢，跑了两个女朋友。所以这坐牢可恶在这儿。但是您说小雷跟别人不一样。是不一样。别的是情随情牵，这个是情随事牵还是情随境迁？因为过去都是男欢女爱，翻脸了大家拆伙了。我那个不是，因为就外边的原因，政治原因。外界给他施加压力是不是？是，就是这样分开了，觉得生分，觉得比较难过。他就给您写的封信说只能分开了。他不是分开了，他。后来我才知道，后来几年以后我都不能看报啊，最后一年可以看报纸，我就把所有的报纸都买来，合订本买来，一翻一翻看，哎呀，他眼睛都呆掉了。怎么了？看到我的这个女朋友跟我一个朋友结婚，我才知道。哎呀，我这朋友实在不够朋友，早不结婚晚不结婚，我坐牢的时候才结婚，跟我女朋友结婚。嗯，所以我坐牢以后呢，对人生看法就不一样了。我现在对人生看法就是我把人间的关系看得很悲观。我本身嘻嘻哈哈，可是人是经不住考验的，你不要考验他，一考验他就露相了。大师啊，坐牢5年，一开始是判了10年有期徒刑，后来坐了5年零8个月，进去可能是71年3月9号，然后35岁，然后出来的时候应该是76年的11月9号还是9号，大师一共5年零8个月，当时是叫五保释放。为什么五保释放？就是没有人给他担保嘛，他也不希望别人担保，这样不用连累别人。出狱以后又过去所谓真正的是没有青春只有痘的生活。18岁生日的时候，我送他17朵玫瑰花，然后卡片上说，另外一朵就是你。哎呀，我们是这样玩的。
小女儿在4岁的时候就是共产党，找到我面前，眼泪汪汪的，她说：“妈妈骂我，我不喜欢妈妈，爸爸我喜欢你，你抱我。”这就是共产党，为什么呢？妈妈骂我，叙述情况，我不喜欢妈妈，划清界限；爸爸我喜欢你，展开统战，你抱我，提出要求，这不是共产党吗？如果我自己会，如果是我自己干这样的事儿，我会乐的。你当时就没有笑吗？笑场子的。是，本来想笑，后来憋住了啊。本来我跟赖伟忠研究的是说，不要弄照片，弄个镜子也很好嘛，对不对？可是万一别人头帮你看一下，那不就？明天李敖继续做客《鲁豫有约》。接着下来为您播出金曲电波以及太太乐美女私房菜。我本人就这样子没去的，不好吃不好喝，生活很简单。不好吃不好喝，您好别的呀。你说的也好。酒色财气不能全来。什么时候特别绝望？夜里一个人睡觉的时候。想当时那个女朋友的时候。哪个女朋友的时候？当时那个据我了解是叫小雷。是啊，颠了跑了。我坐了两次牢，跑了两个女朋友，所以这坐牢可恶在这儿。李敖第一次啊，在狱中待了5年0.8个月，出来以后呢，过了隐居的生活是2年0.7个月。这之后啊，刚刚重返文坛，所有的人还是眼前一亮，觉得哎呀，李敖一回来又是骂声不绝于耳。办一个属于自己的杂志，一直都是李敖的梦想，却一直不遂人愿。直到14年的霉运过后，这一想法才又被重新实施。终于在1981年4月18日，千秋评论杂志执照发到了李敖的手中。然而一个月后，在国民党官方的一手操纵下，李敖因曾经的好友萧梦能告其财产侵占罪被复判有罪。随后千秋评论杂志的执照也因李敖判刑而被国民党当局合法的扼杀于台中。1981年8月14日，46岁的李敖再度入狱。然而在当时，因为名气太大，李敖的待遇却要远远好过第一次坐牢。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的？出狱，第二次坐牢出狱。啊，为什么这么高兴啊？出来肯定高兴。出来不高兴啊？对，肯定是高兴。可是下边气色不一样，比上次气色要好。也不了，他就老了，也老了。我第一次出狱都40多岁，41岁嘛。现在就比较老了。但第二次那个监狱的环境比第一次好很多。每一个牢都不一样，我在这里边是特权，你们都不晓得，坐牢不是一种，牢有100种，有的是遭罪的牢，有的呢是享福的牢。第一次牢是遭罪的牢，遭罪的牢。第二次呢？享福的牢。为什么享福的牢呢？因为我们这种大号的政治犯，在里边吃得开。另外一种人就是浑身刺的，青龙白虎，纹身的大哥式的人物，大哥会欺负您吗？这样的人？大哥怕我们啊，所以我们欺负大哥。大哥也欺负别人，就这样。那其他台湾官方的人也会去拜访您吧？我不见啊，您算特殊的一个法务部长去拜访我，我不见啊，架子大得很呢，都不见。不是他们见不见，反正您在里面，他们在外面看，您想不见也不行。他们不敢进来啊，那个里面牢里面，他们只敢走我们叫的一条大路，旁边有很多是非的非字一样，很多小巷子，但我们都住在小巷子里面。他们所谓大官视察监狱，都走这个大路。不敢走小巷子，那里面一走进就被骂，他们不敢进来。你看我这一次，我说想看什么？我想看秦城监狱。为什么我能看秦城监狱？我内行，知道什么地方要改善，什么地方是它的好处，我会看出来，一般人看不出来。他们当时去看您，就怕您出狱以后写监狱里面这个情况那个情况受不了。我出来以后4个小时就发表了，就发表了这个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引起来台北看守所的越狱、新竹监狱的暴动啊，都是我惹起来的。
这是别人把这个罪过放到您头上，还是您自个儿顶的，说这就是我引起的。就是当时法务部监所司副司长王继忠公开发表的谈话，嗯，问都是因为李敖的原因，所以当时我的丈母娘叫做胡因梦啊，我电影明星，她的妈妈讲了一句话，他说国民党太宽大了，怎么把李敖给放出来了？这是岳母讲的话啊。丈母娘，丈母娘一般看女婿不都越看越欢喜吗？可是那坏的丈母娘不是这样子的，女婿一点问题都没有。女婿没问题，问题在丈母娘。不可能一个巴掌拍不响，就不拍嘛，他一个人拍他两个巴掌。应该说每蹲一次监狱就跑一个女朋友或者跑一个太太，第二次不是跑一个太太，跑一个女朋友，跑一个女朋友。第二次跑的是谁啊？第二跑的一个叫做汝清，这个小女孩，她是别人太太，她刚结婚16天就跟我这个上床，啊，上床了16天我就关起来了，所以她这白虎星害的男朋友都不见了。嗯，难怪现在好多男生都特别想当李敖，就是因为李敖桃花运太旺了。其实不对的。怎么不对？被过分宣传了这一部分。我数都数不过来。没有几个。我们对女人很难，那个时候很保守，女人比较保守，我们又没有钱啊，脸蛋长得不像马英九，你懂吧？所以您别老说马英九，马英九长得好看点您就老说，您长得也挺好看的我觉得。但是你说啊，别人不这样讲啊，是吧？你的看法邪门邪门。您觉得您追女孩不是那么容易啊？后来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容易。嗯，后来老了以后就不一样了。我就看到我在50岁以前看到女孩子啊，立刻下手。到了60岁以后呢，就天人交战，内心挣扎。到了70岁以后呢，掉头就走，不追了。给所有的男士上一课哈，在那时候，就这本书是李敖大师今天拿来的《千秋冤狱党》，就《千秋评论丛书》，这是第一本吗？是是，这是我在牢里出的书，先写好6本啊。那次判我6个月嘛，先写好6本，每个月就出一本啊，就好像诸葛亮给人家锦囊一样啊，到时候打开。所以出版商这得您得说一下，这太聪明了。我们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就特别典型。你看写的是叫《千秋评论丛书》，哎，是说书书，其实是杂志。是因为那个时候啊，他是说，你要申请东西，要办杂志执照。我那个执照不是别人给的，就是新闻局局长宋楚瑜给的啊，执照可以了。可是以后呢，把你关起来，就是出事了啊，不能够出杂志了。那么我就出书，变成什么书呢？叫做《千秋评论丛书》。杂志是月刊，每月出一本。我这个书呢，也每月出一本，连出多久呢？连出了10年。别人觉得他们新闻局立法的时候，国民党立法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人一个月写一本书，连写10年，就等于杂志一样了。对啊，所以他们无法封我。杂志说执照收回以后，你就永远不能出了。可是书呢，按月出一本，他管不着，所以书就变成杂志了。这就是我的本领，就是大家想不到一个月写10万字，连写10年。当年那个陈水扁给您打工是在哪一本杂志给您打工啊？他不算打工，我们后来又办了很多杂志。哦，他不算打工。我是总监，他是我的这个社长。你们俩谁管谁呢？当然我管他。当年您对他说话也是不太客气的吗？我老大嘛，讲话都是哼哈的，就这样子。那当年您对他的看法怎么样啊？这小子嘛，没什么出息。你看陈水扁小气巴拉，他太太给瘫了，给他太太吞轮椅的那个罗太太报账，报明明说你老妈子嘛，你给钱就好了，他没有，就是小气嘛，就卡油嘛。他太太还炒股票，诸如此类，他们基本上是一群小人物。那如果是小人物的话，您还在台湾报纸上登一大版广告就骂他？没办法，我跟这人扯在一起啊，我恨国民党，恨得要死，恨国民党。可就我知道打国民党就需要靠另外一个人打他，国民党是龟儿子，另外一个就王八蛋，所以我跟陈水扁他们合作的时候，我先写篇文章发表，澄清我的立场，标题是我为什么支持王八蛋。后来公元2000年，所谓总统选举开票啊，我落选了，宋楚瑜落选了啊，连战落选了，宋楚瑜那个许新良落选了，连陈水扁当选了。
我当时就写了一段话，我说第一点，龟儿子被我打倒了，果然国民党垮了。第二，王八蛋很快就变成龟儿子，这就是我的无奈。嗯，没办法，政治上就这样子，你就拉着左手打右手，然后拉着右手打左手。我玩电视玩了十年，游走各台，每家都最后搞得不欢而散。虽然骂人，但最钦佩谁？我要钦佩什么人，我就照镜子。连战鼓掌是40次，您鼓掌是31次。台湾媒体评价是您输给战哥9次。我讲话太快了，太快以后大家就聚精会神听，就来不及鼓掌。所以从1982年到1992年，整整10年时间，李敖称这段时期为其笔伐大业的时期。10年之间，李敖以每月不得安宁的写作方式不断出书，从千秋评论丛书到万岁评论丛书，再到李敖求是评论，本本皆是辛苦换来。李敖也因此名声大振。到了1992年，李敖终于决心告别这一每月折腾的生涯。在李敖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写道：这10年中，我带头正人心，不公道，求真相，抱不平，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绅士，整天四面树敌，八面威风。随着1987年台湾解严，李敖被封口的状况也有所松动。1995年，一贯看到李敖文章的人们突然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名为《李敖笑傲江湖》的栏目，至此李敖在台湾文化界再度引起轰动。也正是这个节目让李敖进入了由幕后的笔伐转向前台后珠的新时期。李敖有话说第1集，各位终于看到我了，我终于有一个机会在这里抛头露面，使大家感觉到我音容宛在。回想在55年，2004年3月，李敖有话说节目在凤凰卫视正式开播。节目以李敖一手包办打破电视制作模式，单刀直入，以证据骂人，以口舌开心，结合博学、勇气和口才，说真话，揭真相，彪悍无惧，试创电视之奇，闯出一片言论新天地。我现在已经69岁了啊，换句话说，明年就70岁了啊，是我人生。我的身体啊是走下坡的时候，可是我精神最好的时候。跟观众讲的就是要看快看，以后你们可能看不到，已经追到前面去了。至此，大师李敖身穿红色中式服装，戴着墨镜，坐在摄像机前侃侃而谈的形象风靡全球。好难为情，所以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术语叫做转进啊，不是撤退哦，叫做转进。什么是转进呢？就是向后转再前进，叫做转进。现在很多内地的观众看您就是看李敖有话说，天天都看，看特别过瘾。第一次上电视95年吗？李敖笑傲江湖，笑傲江湖都不记得了，都不记得了，太多了。我玩电视玩了10年，游走各台，每家都最后搞得不欢而散。为什么？您别这么说啊，别跟我们也不欢而散啊。差不多了。您做节目怎么肯定是，比如说哪个电视台说这句话您要删掉，您肯定就不高兴。在台湾是这样吗？没有这事儿，我跟他们一直在吵，吵到现在。嗯，所以我说这个做不久了。凤凰电视李敖有话说，我们情缘已尽，我跟北京的情缘已尽，跟台湾的情缘已尽，我要去海南岛了。海南岛。可是他们说您做节目，那些编辑特别怕您，您知道吗？编辑特别怕您，因为。您说的话都是引经据典，他们好多词儿可能帮小孩连听都没听说过，打个字幕什么，所有人都特别特别紧张。这难免，学问太大了，总是害比较害人这样。嗯，在每天要说那么多，您怎么准备啊？我就觉得掺水嘛，牛肉汤一样嘛，有的是几块牛肉，然后是兑水嘛，那还得会吃会穿的。不可能全都是精华了，那干嘛那么点拿那么点钱全讲精华不行啊？有人看出您，您别这么说，有人看得出来。啊，我们有同事的爸爸就说，你看这个李敖，他很会讲。哪个观众说他一句，写了一封批评信吧，他就说两天，再批评一次，再说两天，说你们谁也不要写批评信。
这样他就没得说。是，这是在北京学的。怎么在北京？我小时候就看看听那龙福寺什么那个说书的，我跟他们学的。那说书的就是啊，说一段一小段，然后帽子拿出来了收钱，一会儿又抽烟，又喝茶，又抠脚指甲，那折腾半天又讲一段，就这样。嗯，哪有那么多精华一全给抖了出来？像你今天这什么《鲁豫有约》，我们不这样干的。那您大师啊，您看那么多书，随便说两段就能够撑一集啊？事实上，那都本人都是那样做的。毛病在出哪里呢？毛病在这个时间，半小时、二十分钟。嗯，你在讲的时候要先把这头给开起来，要起飞机一样起飞。可是头一开起来，前面牌子打出来了，还有十分钟，你就赶紧就要降落，懂我意思吧？这不好处理。所以我说我这节目啊，是个阳痿的节目，是个早泄的节目，要赶快就下台。因为您对我们现场有意见哈，说这个排列不太好，我们也有意见，因为坐的人太少了，就只能坐大概300人左右。那今天听说您要来呢，很多观众都想来，我们说实在是来不了。我们说如果有些什么问题可以搜集一下，我来带他们问。但问题很多，我们就归纳成三类。时间原因不能每个类您都回答，这样您自个儿选一类问题您回答。三类问题，一个是叫关于骂人，第一类哈；第二类叫心中女人；第三类是身为文人。您选一类，文人、骂人、女人。你替我选，我没意见。我是你们说我选哪个？有名的歌星啊，你可以点唱，每个歌都会唱。这样吧，哦，我也不知道，你们说他回答什么问题？问。好，大家都喜欢骂人的话，那就看看啊，有哪些关于骂人的问题，是观众问李敖先生的。李敖先生，您一生骂人无数，那么请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您最尊敬谁呢？李敖先生，您为什么每次只是抨击别人，而从不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两个问题，虽然骂人，但最钦佩谁？我要钦佩什么人，我就照镜子。他说我不提出解决问题方法啊，我的书就是解决问题方法。为什么我最近对鲁迅先生不敬呢？因为大家口口声声说鲁迅是文学家，可是我告诉你，他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如果文学家没有长篇，不过去的。嗯，可是我有三部长篇。为什么我们要骂那个小不点儿什么龙应台呢？就是只会耍嘴皮子骂人批评，没有长篇，短篇也没有。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是骂人，而是把我们的货也拿出来给你看。嗯，这是真的，这是好的，这是长的，就这样。我觉得有一些就是文学批评，也不用骂嘛。您觉得，比如他写的不好，你就说您写哪不好，也不算骂，那只是句式批评。嗯，可是你们以为用简单的一个骂字能够涵盖一切，那就骂就骂吧，就这样。嗯，那您觉得昨天北大讲演上您骂了吗？那个不算骂，当然你说他骂也可以是骂，说他不是骂也不是骂，那个不重要，重要就是你的用什么方法把它表达出来。其实我输了，您连战这个鼓掌什么？对，昨天我看新闻了，连战鼓掌是40次，您鼓掌是31次。台湾媒体评价是您输给战歌9次。是是是，在我看见北京人的这个两个胳膊的这个运动量是显然差一点，是吧？不是不是不是。那以您的性格，肯定在清华得给补回来。是啊，我现在讲话太快了，太快以后大家就聚精会神听，就来不及鼓掌了。所以，明年在清华，我要一股劲儿一股劲儿一股劲儿讲。在适当时候停顿，等着大家鼓掌了。是是，我要这样学到那个董。连战没有这样啊，连战没这样，连战没有这样，可是连战老婆这样是吧？您的孩子也在吗？孩子也可以这样吗？就这是我谦虚这一面，我的孩子都藏在群众里面，他们不出来。我太太尤其好，她不抛头露面，就藏在群众里面。我这次来有个自私的原因，把我儿子小女儿带来，就是大家见识见识这个场面，知道？他们在家里老欺负我，这次给咱们看看，你家老爸是蛮吃得开的，就这样。没有，您孩子已经知道这一点。不知道。小儿子来那个北京之前，在台北，记者问他说：“对你爸爸到北京的这个行程有什么期待？”小孩说：“
我觉得我爸爸会非常牛啊什么的，叫拉风是吧？我家小女儿在四岁的时候就是共产党，你知道吗？啊，什么意思？我讲给你听。她说，找到我面前，眼泪汪汪的，她说：“妈妈骂我，我不喜欢妈妈，爸爸我喜欢你，你抱我，这就是共产党。为什么呢？妈妈骂我，叙述情况，我不喜欢妈妈，划清界限。”爸爸我喜欢你，展开统战，你抱我提出要求，这不是共产党。您每次做一个什么大事之前啊，跟家里面商量吗？当然女儿儿子都很小，跟太太商量吗？不太商量。不商量怎么能跟女人商量事情的呢？那比如说像您2000年参选台湾领导人这事儿，就自个儿一想我就去做了。是啊，我爸不是我爸爸，我妈也不是我妈，是我老婆。一看报怎么搞的，竞选了，看报才知道。就得了一票是吗？当时好多人怀疑是您自个儿。我得了10000多票。一万多票。可是有一个选区我得了一票。我可以告诉你们，人生不可测。我住在阳明山一个小书房里面，那是个很小的选区。我先打断一下，对不起。是。我们去年夏天到台湾，路过阳明山坐车，然后那司机特别崇敬的指着一个楼说：“大师李敖住在这儿。”没错没错，我那个小楼里面有一个小房间，我的户口就在那儿啊。结果我们教堂呢是个投票所，是个教堂啊，只是人很少。我去投票的时候啊，就投了宋楚瑜一票。结果开票的时候啊，突然李敖名字底下一票，所以人就说李敖自个儿投自己一票，说李敖不要脸，自己投自己一票。我这窝火，心里这窝火，怎么回事？说不清楚了。怎么找这个小子也找不着。后来有一次我在台北福华大饭店吃日本料理啊，我恨日本人，可是喜欢日本女人跟日本菜啊，吃日本料理。结果那个厨子说：“李先生，我的户口跟你一样，那天投了你一票。”我心里在想，这个王八蛋的，人家投你一票，你还骂人家，太过分了。然后我们听说那个，就看台湾报道啊，就说那个大家不都竞选吗？候选人站一排照相，每次您必须要站中间，什么陈水扁什么都要靠边站，您得站中间。所以你们知道，就鲁豫，我跟你讲，我是一点亏都不吃的。那天选举是5个人啊，要说这个照相啊，我说照相可以，条件就我站中间。那个主办人说，为什么你要站中间？讲个理由去。我说因为我抽签抽的是第3号。一共5个人在中间，1、2、3、4、5、5、4、3、2、1在中间，是吧？第二次我还要站中间，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年纪最大，我比连战还大1岁，所以好站中间。第三次还要站中间，什么理由？原地啊，第一次、第二次站中间，所以第三次还站中间。那4个小子不肯了，在后边嘁嘁咕咕不肯过来，尤其连战都不肯过来。他最后还是陈水扁说。算了，让他站中间算了。这4个人他走过来，然后我还向右看，是不是2个？向左看，是不是2个？啊，确定了才肯照相。矫情得很啊，一点亏都不吃的。能吃亏能混到现在吗？是吧？对对对。说实话，您当时压根儿也没准备自个儿能选上吧？要给他们搅一下局是吧？这一点都有心理准备，知道选不上。要选不上，可是这次立法委员就不一样了。你看我选，照着我的招来选，不贴海报，不挂旗子，不放鞭炮，不拜托，不握手。你也没钱干这些事儿吧？有钱也不能这样花。还是没钱。但最后就这样当选了。但当选了，人家说都得有一些仪式，您都没按那些仪式来。是啊，他会最后还要。效忠还有这个宣誓对着那孙中山的那个照片，他们叫做国父啊，宣誓，225个人站起来，手这样撅起来，然后朝着孙中山宣誓。我就弄个我自己的大照片放在我院，就挂在前边，我的摄影师蓝月中帮我做的，就挂在那里，就是对自己宣誓。老子对我自己负责。还要签字，孙中山靠边站。当时还要签字，您不签不最后也得签吗？签字归签字，可是那个日期我改的，他写的什么中华民国94年，我给他涂杠掉啊。我写的是二零零五啊，就是
改成2005啊。但您当时不觉得签这字也挺滑稽的吗？也没有，你像是收钱你的问题，那钱还给你啊，当然写写收据啊，写收据没关系。这个就是您当时捧的四个钞票。哎，对。您的姿势很难拿呀，好像给自己念祭文一样。您旁边同事没有对您提出疑问？不是，那大约中午的摄影师他帮我设计好的啊，下边是个三脚架固定的，上边伸出去跟杆来，把那个后边那个强力胶什么，反正它本领很大，就贴在一起，啊，就一个板儿，那个板儿就硬的啊。嗯，我别人都看不到，看到就是自己。如果我自己会，如果是我自己干这样的事儿，我会乐的。您当时就没有笑吗？笑场什么的？您是本来想笑，后来憋住了啊。本来我跟麦伟忠研究的是说，不要弄照片，弄个镜子也很好嘛，对不对？可是万一别人头帮你看一下。吃亏了吧？我想知道您选的照片是哪一张啊？看不就是好，那就是一穿那个西装打着个领带。赖中照的都是找的很好的，非常好的。知道我们的院长王继延出现，嗯，赖中才被打倒的。当时说那个签字嘛，大师一开始说就不签字，说哪有说啊，我结婚的时候你就要求我签个字，说我永远都不会背叛你，这个字你也不签，但最后为什么签了？结婚时候我们签字，不是啊？您说就参加当立法委。要签一个字嘛？啊，签字就相当于就是宣誓，是是，这是挺无聊的。我去签了，签着我那张纸我没交上去了，就密下来了，藏起来了，但他没有啊。可是您说签了字以后，就是因为他们能把那个薪水给您了，是不是？不是，可是没有错，他觉得你签了，人慌马乱啊，签好了，然后那张纸一团就带起来了，没有了，不见了。不，他们说就是您不签字，嗯，工资就不给您。没有错，不是不参加这个典礼就不给。哦，您为了要工资就参加典礼了，工资很高吗？立法委，我们工资啊，嗯，一年是一共三年2700万台币。天哪，2700万台币，跟港币有四分人民币的这个四倍，嗯，600多万呢，就是人民币六百多万人民币，可是我自己拿不到，我一个月也只能达到，告诉你们多少钱，16万台币，换句话说是40000人民币。那也是高薪阶层啊，其他都要分给别人的，即助理啊，人家给你这个都要分给别人，还有文具费，买铅笔啊什么这种啊，所以我要着补一点，铅笔就买一支，其他的就揣兜了，就这样。那您先不够花赔钱。那先当立法委，他们都怕您吧？其他那些立法委员，他们怕我，他们每个人都有黑资料在我手里。我天哪！我知道您有很多黑资料，是听说关于枪击案，您也有一个。我也特别保密的资料，我有，我这个是别人要给 CIA 的，交给您了，是 CIA 交给我的，哦 ，CIA 交给您的，您能给我们透露那个资料写的枪击案？我们都特别好奇枪击案。最重要的一点，陈水扁整个的设计里面都说他的肚皮挨两枪，是一个人一把枪开两枪，就一人一枪两弹。美国中央情报局偷着塞给我的这个资料是说两个人两把枪两个弹。所以陈水扁现在搞了半天就把那个人的密下了，可那个人是陈水扁自己安排的。嗯，那这个结论跟那个李昌钰博士有一个什么根本的不同？李昌钰是帮着美国人，他已经加入美国籍了，帮着美国人掩护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真相我们美国人知道了，李昌钰也可以查出来了，可是我们现在把他按住不动，跟你陈水扁谈判，你答应我们这样，答应我们那样，最重要的就要花6108亿啊，就来买这个潜水艇飞机的军购案，现在就是闹这个事情。我来北京最不放心的就怕那个案通过，我昨天陈文茜打电话来说不得了了，马英九叫他手下的副主席叫关中组织一个小组，要求通过这个潜艇部分的军购案，所以请大家注意，请鲁豫你注意，我们现在联合起来声讨那个小脸蛋儿马英九，他在放水啊！我告诉你，他眼看就要放水了，所以不可不防。18岁生日的时候，我送他17朵玫瑰花，然后卡片上说，另外一朵就是你。哎呀，我们是这样玩的。
您喜欢女孩好像都有特点，我看了一下，都是个子很高，身材非常好，当然长得很漂亮。五个条件哦，五个条件：瘦高、白、秀、幼。最后一个是1984年，那时候她17岁，我已经68岁。李敖的传奇一生总是与女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李敖在自传中的坦白，他爱过的女人就有十数人之多，伴随他人生的各个时期。无论是与罗的生死初恋，与王尚琴的碧湖情思，亦或是与小雷的患难之交，还是与刘慧云的冰雪爱情，人们对于与李敖有过情感的女人显得倍加关注。其中最为人们侧目的是与著名影星胡因梦的一段短暂婚姻，也因此李敖从一个文化名人一跃成了娱乐明星。1979年9月15日，李敖与胡因梦在好友萧梦人家第一次见面，而在此之前，李敖是中国文人中最令胡因梦崇拜的偶像。您的女朋友真的都是不得了，一个一个都特别特别漂亮。那丑八怪你们就看不着了，就闭下来。有丑的吗？不可能，您就是喜欢漂亮的女孩吗？不是。希望如此。我听我们就院长他们啊有过一个特别精辟的一个言论，就是成熟男人怎么样吸引女性小女孩。第一个先痛说革命家史，讲我怎么怎么坎坷，我在监狱里面怎么怎么样，您肯定使这个招对不对？太落伍了，那招太落伍了。他们说屡试不爽。没有那事的，我的女朋友18岁生日的时候，我送她17朵玫瑰花，然后卡片上说另外一朵就是你。哎呀，我们是这样玩的。我这个前妻胡因梦啊，我们26年都不来往了。她50岁生日的时候，我买了50朵荷兰的玫瑰花送给他，意思是说我们还有某种程度的交情。我之间有50朵玫瑰花，看起来非常温馨，在骨子里面就蔫坏，就是提醒你50岁了。太残酷了，太残酷了。不送49朵，送50朵。为什么会分开呢？跟政治原因有关。当时他要嫁给我的时候，国民党反对，他是国民党，啊，嫁给您，国民党反对，他是国民党的演员，国民党反对，说你怎么跟个这个叛乱分子勾肩搭背呢？他不肯，还要写文章赞美我，还要嫁给我，国民党就打击他，不许他参加演电影，金马奖不许他主持，一个电影明星没有电影可以演，不闹情绪吗？在家里就跟我吵架，我哪接受得了女人跟我吵架，对不对？两人就干上了。后来就拆伙了。但我看您的那个书里，包括别的写一些您的婚恋的书里面也说，是您的那个态度婚前婚后变化是很大的。胡扯，我一直对女人很温柔的。真的？哎，那有一个可能是传说，我向您求证一下啊，就这么写的，说是一结婚以后，李敖立刻坐在马桶上说，给我泡茶来，反正你已经嫁给我了。我敢吗？非讲的话就完了，照答我的话，我敢吗？我对女人向来是温柔体贴，就这样子，哄着骗着，就这样子，直到拆伙为止。那当时就是因为政治原因吗？政治原因是她情绪大坏，然后再发生冲突，就这样。然后您的岳母可能也一直看您不太顺。哦，我们那个丈母娘太厉害，那丈母娘，那个丈母娘，她是跟她先生，她是有妇之。有夫之妇，胡因梦爸爸是有夫之夫，两个人相恋，逃到台湾来，是这样来的。所以别人来台湾都是怕共产党，这一对的奸夫淫妇是怕他们的这个别有所怕。他可能不希望女儿嫁给一个这样生活上不是很稳定的，一会儿被抓起来，一会儿被抓起来这样的。他说他的想法是对的，他想法对的。两人在一起时间，可那时候我迷人呢，胡因梦就被我迷住了，非嫁给我不可。后来也，那你也被他迷住了呀？当时当然，后来双方都噩梦初醒。性格上可能有不合的地方吧？
这颗辣椒缺点跟电影明星结婚犯个毛病，就双方的老想抢老大，这个镁光灯一照来老想站在前边犯这个毛病，我也犯这个毛病，这不行的。像我太太现在好啊，你看听北大讲演你们看不到他，他不像连战老婆那样抛头露面坐在台上啊，你看呢，昨天你们看到没有，我太太不上台的，是您不让他上，美德您不让他上，他不要上台，他这个非常的高贵，被人架得很大。嗯，您喜欢女孩好像都有特点，我看了一下都是个子很高，身材非常好，当然长得很漂亮，五个条件哦，五个条件，瘦高白秀幼，等会儿瘦明白，高、啊、白秀就是美，秀气，幼呢年纪小，年纪要小嘛，要比你小多少？你找个老太婆干嘛的？对不对？需要比你小多少？你有标准吗？20岁、30岁？如果你要知道的话，我最后一个女朋友就讲的最后一个女朋友，最后一个女朋友是1984年生的。大家算一下哈，我数学不太好。我生在1935，她生在1984。现在流行这样。就最后一个女朋友。我说最后一个女朋友就是说那时候她17岁，我已经68岁了。现在大家都说那个李敖先生跟现在这个太太在一起之后啊，就再也没有传出过绯闻，现在生活当中他的家里面应该不是老大，女儿儿子都可以管他。我赶上去了，因为什么不赶上去呢？是爱面子胜于爱女人，你才不赶上去，对不对？那现在不会，我爱女人胜于爱面子，不是怀乡没有乡愁，不是近乡没有情怯，不是还乡没有衣锦，不是林黛玉没有眼泪，有眼泪我们也看不见，有眼泪有墨镜。与胡因梦分手之后，李敖很快有了新女友，生活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然而对于这一段生活，李敖自己总结为目中有色心中无色。直到5年后的1985年3月11日下午，在台北市仁爱路上，李敖看到一个候车的女孩正在看她坐牢时编发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3期，再看那读杂志十分投入的女孩，身高有1米7以上，修长而丰满，李敖看着看着就情不自禁地走进了女孩，就这样他和王小屯相识了。您的眼睛够好的，这就是我太太。对啊，您的眼睛够好的，能够看到路边一个女孩在看书，看的是什么书您都能够看得见。是啊，我也看不见，只是说知道她在看书就是了。嗯、那怎么过去搭讪？人家知道万一人家她是她，就我太太是穿个短裤在等公共汽车，嘴巴里喝着一杯易开罐的这个咖啡，我从她背后走过去，一看到这个女孩子瘦高白秀幼是吧？都有，腿还漂亮啊！这怎么办呢？就慌了，那赶紧要就跟她认识。那是50岁以前吧，就得那个追，就在那个时候啊，就要追她，那没人介绍啊，那靠人介绍都来不及了，被汽车开走了，对不对？自个儿上去硬上。你第一句话说什么？那别人为什么不敢这样子呢？别人就说爱面子，万一女孩子给你碰着钉子，你觉得没面子？我不会，我敢上去，因为什么不敢上去呢？是爱面子胜于爱女人，你才不敢上去嘛，对不对？那现在不会，我爱女人胜于爱面子，大不了碰钉子。可是别人丢了面子无所谓，人不知道他是谁。您是李敖，您要是丢了面子，那不是大事了吗？当时别人看到的也不多啊。那当时您跟他说第一句话是什么？你好，我是李敖。是，我是凤凰电视台记者。不是真的，你当时怎么跟他说的？这个怎么？看因人而异的，不能乱讲的，不能乱讲。那跟太太怎么说的呀？这个秘密现在不能讲。秘密，这个不能讲。但当时太太家人肯定不同意跟您结婚吧？我们知道结婚以前他才知道，但很晚才知道了。我告诉你，我比我丈母娘年纪还大，还大2岁。那最后他们怎么能同意的呢？不能不同意了，已经就一切。我太太说不同意，他就做尼姑了，就这样就好同意。这么坚持。现在家里面4个人，您太太呀、孩子啊，几个人？就这啊，我儿子、女儿、太太，我。对，4个人。您在家里面要是按地位来排，您排第几？我排第4。第一是谁？第一应该是我儿子、我太太、我女儿，都排、他们都排名，他们3个人要看斗法结果谁排第一。啊，我知道您是拿您女儿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她比较这个漂亮，可是她好吃，有点胖。
我跟我太太就商量好，说要管着他吃。有一天晚上，我听到电冰箱嘣一响，哎，我得开灯，他在那儿开冰箱偷吃东西，我也不敢骂他，上楼告诉他妈，他跟我就翻了，你不是男子汉，你告密，男子汉和告密吗？你不是男子汉，第一点，第二点，你70岁了，你是老头，老了啊，第三点，你墙上挂了个裸体女人。你是色情狂，这哪还哪儿啊？你就是这么点动静没吃到，就翻脸了，就是宣布三个罪状。所以我说我女儿逻辑头脑。她多大呀？才？她现在才10岁嘛，比我小60岁嘛。她4岁的时候就是共产党，刚才不跟你讲了吗？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厉害的不得了。那平常你们俩要是争辩起来，您根本就不是对手。也没有变啊，没有变。她要比如说，今天早上对我就很好了，笑容满面，衣服全穿好了。他我们去吃早餐好吗？就着急了，就还好吃嘛。小孩会胡搅蛮缠吧？您肯定缠不过他这个时候。缠不过他，所以我说我要住海南岛是这个意思。海南岛可以脱离他们。老了以后，假如我病的老了躺在那儿，请他们来照顾我，我绝不要这个事，这个现象出现。久病床前无孝子，久病床前也无贤妻，你懂吧？就大家再见。所以我现在就是拼命苦干，希望能在凤凰电视赚点节目费，啊，大部分交出来给我太太，兜里藏一点，然后就海南岛去也。您兜里藏一点干嘛呀？住海南岛啊，海南岛就花钱啊，就自个儿去住，不带家人啊。带是不用当不带家人，在海南岛去啊。到海南岛去了以后呢，才真的知道自己身体多么不好。您刚刚自个儿说70岁以后看到了好看女孩就走，但我特别好奇，掉头就走，掉头就走，很有决心的走。但现在还会有很多女孩追您吗？没有，没有，不可能，没有，真的没有。我们这种人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自己骗自己呢？不会。这次大师在北京期间啊，又拍了几张照片，很多同事嘛，包括院长，整天大炮对着您，几张特有意思照片，我们来看几张。第一张好像是在人大会堂拍的，哎，这个照片是没有声音的哈，但是画外音我可以给大家配一下，就照片背后的故事。当时大师来到这儿以后，就问了一句话，说：“哎，反分裂法是不是在这儿签的？”他们说是。哦，那我坐下来照张相，为什么？这个反分裂法定得好，定得好，这个法律里面看得很清楚，只要你不台独，我就不打你了。这个、所以您当时是同意的。我觉得这是对台湾的好意，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好，这是第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在新鲜胡同小学，跟老师啊，跟同学啊，这是几年级学生看不出来，应该可能年纪比较高的了。校长，这校长那个穿灰衣服的是校长。哦、是校长。据说啊，当时现场穿黄衣服的是我二姐，穿这边的这个有扭派的这个是我大姐。是。据说当时现场有记者也发现。跟我发现一样的问题，说好像大师当时眼眶里面有一点点泪水。没有。没有吗？眼药水。没有。一点心情没有那个起伏。没有，压住了。那还是有的。还是可是我不会不那样感情用事，压住了。压住是压住，但是还是看到这些小孩，这些就整个56年沧桑变化，还是有一些感触的。所以我在觉得我跟他们讲话就好像跟过去的我讲话，那个时候我就这样了，就这么大了。还有一张照片啊，是离开新鲜胡同小学时候的，在那个车里边拍外边啊，当时的心情是什么？当然心情就是再也不回来了，再也不会回来了。话都别说那么绝嘛。Never say never。今夜扁舟来绝汝，此生从此各西东。真的就再不来了？很难了，不是，我觉得很难。可是您看，您今年才70岁，然后身体挺好的。这没事老跑母校干什么？你告诉我、你要是来北京的话，没事路过溜达一趟也挺好的呀。啊，那再说，那得我来北京才算啊。这次您看，在内地的行程挺紧的，北京啊、上海什么，在好多地儿您都没有去呢。是要再来的话，您还想去哪？哈尔滨您得去吧，山东您得去吧，都没去，都没去。那要去的地方太多了啊。除了海南岛以外，您还想去哪？哪儿都不想去。好多不可能，可能真的真的。您接下来计划就是回到台湾之后，会把这个行程把台湾的家当都卖掉，然后台湾再见，北京再见，海南岛我来了。海南岛很大呀，您选择哪儿啊？
哪儿？海口、三亚都很好。最南边。哇也很好。最南边最好了。我跟你讲，以前苏东坡被发配、被流放、被贬，就在海南岛。嗯。可是他跟我不一样，他旁边有姨太太，姨太太跟着，我没姨太太。您自个儿走着，记者跟着，记者好多记者跟着。您这次回到台湾之后，北京的行程啊，内地行程您会写下来吗？节目里面肯定会说。节目会说，写我太不现在不太写字儿，因为我这个脊椎不太好，坐得太久啊，我一写文章就会专，感情这个很专神，一两个小时坐下不动。我年轻时候写文章，半夜通宵写文章，后来要喝水的时候，这个嘴巴都张不开了，就闭着嘴写文章，就黏住了。我可以那么样专心写文章，所以好文章是有道理的，嘴唇要闭紧。但您现在老说，没关系，啊、文章还是一样能够写得好。不写文章了，现在不太写文章了。现在我临来台湾以前写的几个字，大家知道我还是功力还在。我说，不是怀乡没有乡愁，不是近乡没有情怯，不是还乡没有衣锦，不是林黛玉没有眼泪。有眼泪我们也看不见。有眼泪有墨镜。今天特别。今天非常谢谢李敖大师啊，腰椎不好还在这坐了两个多小时，非常感谢他。觉得听您讲故事啊，像看一本大书一样，里面喜怒哀乐什么都有，特别有趣。大师今天下午行程还很紧，要去看看小学同学，希望您接下来的行程一切能够顺利愉快。特别谢谢大师，谢谢您。谢谢你，鲁豫，谢谢。谢谢，谢谢大师，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接下来，请各位观赏《魅力行动》，向东方丝绸之路4万里。